那样刷我感觉那个好耗那个好耗资源，电脑资源，你一个刷的吧是吧？刷，退回。每次你都要刷一个，每次你都要刷一下，好耗资源的。感觉不太出来，真的看得到，说一下他搜索完这个。点亮屏幕，点亮，嗯，好，嗯。要不然输入密码给人家，到时候别人会觉得要输入密码才能。我把这个药方解析一下啊，感觉这里时间太长了，别人估计没有耐心看得懂。还要点亮吗？不用，你点不亮了吧？重启是吧？嗯，在等啊。看了之后你就点到短信里面去，把那条短信打开。你要手机是吧？可以，他后面会处理。以前那个 APP 的那个视频是怎么弄的？完全没有手指在上面。他们应该是连上数据线，然后把它弄到那个屏幕，对，投影到电脑上，然后再录。这个不可以吗？不行，因为它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人工操作，教用户怎么做、怎么操作的时候点哪里、怎么点。哪里不会点？对。拿个打火机，不知道打火机，你那个被发现，那个跳过吗？嗯，不需要显示已删除了，对对。就点随便，如果合并了会怎么样？就合并了没会怎么样？哎，点进去，点进去。